大家好，我是阿远。前两天下馆的时候呢，我四叔没在，今天正好四叔在家。今天去吃一个水盆羊肉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就是后边这家后宰门水盆羊肉。他这饼还用点？饼不用点。饼。那个点了四份，先给你一人上一个，够了还可以再加点肉。啊，行。我们点了个这个优质的这个水盆羊肉，然后点了一个小凉菜，一个山药木耳。它这个配那个饼，那饼不用单点，如果不够的话再点。它这个小店环境挺好的，搞卫生搞得比较干净。刚才人家跟我们说的，说这个饼怎么吃啊？就是拿筷子把它弄开，然后里边加上那些肉。对，你就可以把馍泡的一样。这什么小白菜啊？怎么已经中毒了？这酒不喝就是这样了。这不鸭馍啊？鸭馍。放点，放点酸菜，这个辣子，油泼辣，咋了？人家都爆出来了，变汤的。哎，这馍泡了。它这馍呢，加点肉吃也可以，然后泡在汤里边也行。我刚才尝了尝，泡汤里边味道还是比较好一点。一会儿要再跟老板要几个这馍，泡汤里边。啊，主要是泡馍，馍酱。哎，你看，缺少点灵魂。不放这个，不放这辣子，缺少灵魂。最好是在这儿撒点辣子撒盐，跟他们吃。有羊汤也行。没养上是直接倒白开水，白开水一样。这是家里边吃的，我说在家里边怎么吃？行吧。我等着馍来了，我先把这馍给装上。我那一会儿续汤给加汤吧。可以。啊，好嘞。放开喝吧。啊，过瘾。我给加汤。好。辣子。灵魂不能少。他们那边是不是就是风气高，就是那种菜法？都是那种菜法，辣子是必不可少呀。家家户户都是有辣椒，去家里边吃饭啊，家家户户都有那个辣椒。房租摇滚。你开个厂房，称称，山城，主要是渭南县，渭南县的底下有一个叫称称，有一个叫大理。大理。还有一个土城，哪？土城，真的？好像我不知道，我大概搜了。中国这文字很有意思，你都照他那半会儿念，慢慢能念来。别打枪，
无木是随便说的。状态好哈了，控制不住，我再来一份。这么热天，这么热天还这么热汤，我操，越喝越上瘾。来，灵魂。有时候啊，那个辣。其实这样也行啊，苗里边就是木，人不会也行。这个二手，不要再要了，不要，饱了饱了，大馍大，再盆肉，再盆汤，不成两馍，一碗汤。这边一天能营业多少？一天的话算下来就是6000多。6000多。对，他们组的那个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好，走了，走吧。慢点啊。哎，好嘞。好嘞，走了，好嘞，慢点啊，好嘞。拜拜。好嘞，拜拜，慢点啊。这老板来看我们是做视频了，一直在那儿拍摄，然后跟我们聊了会天。六千来，这利润咋样？包四500-500多。